experience in our life, voices trying to discourage us or keep us from our destiny in Christ. 很多的声音哦，可能会阻止我们来实现在耶稣里面的命定。Yeah. Words are like seeds. 话语像一颗种子。Why? 我们听到人家讲的话还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听了人讲的话以后，你接受它，然后你在脑海在心里面不断的思考它，啊，这一些话呢，就会将会在你里面成为种子，开始发芽成长，有一天成为一棵大树在里面。从此你的一生就将会被活在消极的恶劣的环境当中。这个就所谓哥林多后书讲的十章第三到第五节，撒旦魔鬼的引雷啊，话语就像种子这样，人家讲的话可以是消极，可以是积极，环境也是一个声音来的，话语也是一个声音，凡是东西你吸收进来的都是一个种子，一粒种子。如果你允许这个种子发芽成长的话呢，如果是消极的话呢，将你一世人将会被这个消极的种子卡在那边了，因为它会长大成为一棵树。阿们。Yeah. 圣经教导我们，你要切切地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You must really guard your heart， 切切地保守你的心。你让消极的东西进来，消极的声音带着种子进来，你就吸收它，你不断地重复的思考。 You rehearse and over in your mind, in your heart， 你一直在脑海里面心里面排列那个消极的话语，消极的声音，所以呢，它就将成为你里面一棵树。所以圣经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当你的心都是这些消极的声音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讲话变成很消极。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他说他孩子才六个月罢了，所以他两夫妇去吃东西哦，那个孩子很乖，完全没有声音在那边玩，也不吵也不什么，隔壁一个桌子就两个老夫妇在那边吃饱，吃饱了起来，那个老安迪就过来就跟他们两夫妇说，哇，你那孩子真的好棒耶，我们坐这边根本都没有看到他吵过你们，哇，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得了啊！没想到那个老阿公，你等住瞧，现在才六个月，等他两岁啊，根本天都塌下来啊，你看出来？哇，都大概知道很多人喜欢讲这样的话了。很多人都是很消极，这个世界上喜欢讲消极的话。 So we must not allow those limiting words of others to pollute and poison our souls and become negative. 不要让这些限制的话语来污染我们的思想。 Don't let them poison you. 因为这些东西一进来，我都讲是种子，是种子，它会发芽成长。所以永远记得人家讲的话，消极的环境，消极的话语，攻击你的话语，咒诅你的话语，他们可以讲是他们的嘴巴，重点在于你听了以后，你是否重复的排练在你的脑海心里面。如果你的脑海跟心里面重复的排练他们讲的消极的话，消极的环境，你看见了消极的环境，听见消极的声音，你在里面重复的排练的话呢，像我能跟你讲，这个种子就开始成长了。那你将会得到的后果，圣经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对吧？你将会吃它的果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很注意啊，所以我要问你，过去2023年、2022年等等，你所听到的很多的声音，你所眼睛看见很多的环境也是声音，对吧？这些东西是否还在你的心里面？你是否还在排练这些东西啊？你要注意，如果进入2024年，你要突破极限，你要成长倍增，你要丰盛兴盛，那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了。Amen. You can choose to refuse, reject, and repel all those negative, right? Amen. 你可以选择拒绝它，排斥它，对吗？ Yeah. 要不让它进来，你有选择的。你也可以选择什么？听了以后，你可以回去开始重复的排练所有过去的失败，因为人家讲了一些消极的话，这样你就肯定是注定失败了的，对吗？ Yeah. 所以 we have a choice. Don't accept and receive whatever negative that comes your way. 不要去接受所有消极的声音，而 cast all negative out from your soul. 而把这些从你的灵魂把它清干净。Never allow them to dwell, poison your soul. 不要让它在你里面居住，在里面发芽成长，因为这个将会毒死你的灵魂。
你变消极变苦毒了。 Reject and declare, I'm not going to allow that into my soul in Jesus' name. Amen. 你要说奉耶稣名字，我绝对不让这种东西进入我的灵魂，是阿们。Amen. 我绝对不让这种的声音在我里面，一秒都不让它在里面。 I refuse, I rejectI cast them out in the name of Jesus. 我拒绝，我排斥，奉耶稣名字，我把他赶出去。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我们给耶稣掌声，阿门，哈利路亚。Don't ever give permission to those negative things to drown and become a reality in your life. 不要让这些消极的种子在你里面成为你生活的事实。Don't let the doubts of others to keep you from your God-given destiny. 不要一些人很消极，一些人整天疑神疑鬼，一些人整天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要让这些人啊，怀疑的思想，怀疑的心思来影响你，影响到你的在上帝里面的命定。阿门。Tune out and cast out all the negatives， 把这些消息全部把它排除掉。阿门。跟说大声说阿门吧。Amen. As long as you worry against all these negative voices, it will never take seat and rooted in your life.只要你对这些声音抱着那种像打仗的态度，我不给他来，明白吧、啊、这些东西都绝对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里面啊发芽成长，可以说阿妹吧。So listen to this, others' opinions are never our reality. 记得别人的意见不是我们生活的事实，别人的意见不能决定你的成功失败，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话语不能决定你的命定。阿妹。Amen. So don't get into agreement with negative words that people spoken unto you. Amen. 不要让这些，消极的话来了以后呢，你去赞同了，不要去赞同了。Don't agree with all these negative. Amen. Amen. What they say may be true to a lot of people. 你明白吗？有些人讲的一些话，可能对好多人是事实。可是呢，你要跟自己讲，对我是例外。Amen. It's exceptional to me. Amen. Amen. 对很多人失败，对很多人做过做不起来，对很多人尝试的都没办法做得好。对我知道，但是奉耶稣名字，这个我是例外的。Amen. 人家做不到，并不代表我做不到。人家不成功，不代表我不成功。人家不能实现梦想，并不代表我能够实现。我可以的，在耶稣基督里，凡事都能够。Amen. 在耶稣基督里，凡事都能够。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思想 I am exceptional, amen, in Christ. Others may fail, but I will succeed. 别人可以失败，但是我相信我一定成功。 Others may not get well, 别人可能病不会好，但是我的病早就好。2000年前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医治了我。 Amen. Others may suffer financially, but I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wealthy.可能经济上一直受到困扰，但是我的经济不断的倍增。哈利路亚。You know, others may lose money in investment, but I continue to make big money. 别人可能投资一直损失钱财，但是我的投资给我更多的钱。阿门。让我赚更多的钱。Others may make it, may not make it, but you know, I can fulfill my great destiny in Christ. 别人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命定一定绝对肯定会实现。Amen. Amen. I will rise above every situation and become the head, not the tail. Above, not beneath. Triumph, not defeat. You know, success, not failure. Abundance and prosperity, not lack. 我将会像老鹰这样高飞。哈利路亚。我将会进入得胜，我将会更得胜，将会更美好，将会更丰富，将会更丰盛。在上帝的作为里面，上帝的恩惠，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将会大大的交靠在我的手上。我手上左都的蒙福，我向左向右都蒙福，我出我进都蒙福，我所想要做的都蒙福。凡是我手上做的全部有上帝的恩惠、祝福、恩惠全部会临到我的身上。我只有得胜，我不失败。That's all for today. Always remember this. You are born to win, engineer for success, destined to be somebody great in lif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n life. You are born to be a winner.
May God bless you with great success, wealth, health, and prosperity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Remember to subscribe, click on the subscribe button and the notification bell. Thanks for watching.